请写下一个克罗地亚任务，克罗地亚任务及挑战失败将接受的惩罚。写完方可揭开任务卡背面成员名字。请写下一个克罗地亚任务，请写下一个克罗地亚任务失败将接受的惩罚。写完方可揭开任务卡背面的成员姓名及本次任务的挑战者。请写下克罗地亚任务跟惩罚，请写下一个克罗地亚任务及挑战失败将接受的惩罚。挑战失败将接受的惩罚。写完方可揭开任务卡背面的成员姓名及本次任务的挑战者。你要干嘛？怎么还跑到屋里来了呢？这是一个什么任务呢？这个任务呢，是需要跟外国友人一起合作的，并且非常的甜蜜。惩罚，当我助理一天，服务周到一点的话，默默吧，啥都行。哎呦喂，我不行啊。李一姐帮我当一天助理。你的任务卡。哎，你干嘛把声音装这么细，好笑。我看一眼。请写不对，在街上找一位外国友人，让他帮你送你买一瓶，帮到底是送还是帮你买一瓶水，并让他对你说我爱你。惩罚呢？惩罚是当我助理一天。哎，好没有挑战性的任务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太简单了。哎呦，我这个任务难死了，我英语超烂。Excuse me, I need you help me to buy a cup of water or another drink. You know? Any drink, any drink. For 21. 21. You help me to buy a drink. Okay. Thank you. Okay. And sorry, and please see. Please say I love you to me. Say I love you. I love you. Thank you. Ye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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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比想中简单，获得陌生人的爱真是太快乐了。真是一杯水。那就是一杯摔能怎么样？好，任务完成啊，耶、yeah ！没问题，吴志涵，你没有问题，我相信你，你绝对 OK。任务：在克罗地亚街头跳动踏曲（括号性感）（括号）。惩罚：在微博上赞美。李毅同学的，真的是风水轮流转啊！我抽到他，他抽到我，就是有一点害怕，因为他说要性感，我怕我被逮进去。这样吧，我还赞美他吧。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挺想要赞美他的。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知书达理，温柔贤惠的绝世美人儿。我到时候大家看我微博吧，我会赞美他，好好的赞美。在指定的地方和某人说一句话。刮到人家小朋友，我是良心很不安的。完蛋。
因为我就想着我这个任务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完成的那么优秀，但是惩罚很简单，你就去做惩罚吧。哇，我要不写个简单的吧，这边都是前辈耶，想想简单又有趣的。是一个跟克罗地亚比较标志性的一个东西有关，惩罚的话就是看起来非常黑暗料理的一个美食。哇，我已经看到了小钱前辈，希望前辈看到这个任务不要对我有所怨念。找到一个克罗地亚的雕像并合照，这不是太简单了吗？而且它上面还写了一个惩罚，说吃克罗地亚当地的墨鱼饭。要是你买单的话，想约我吃饭你就说嘛，还装模作样是吧？我觉得本着这个游戏的本身目标嘛，我还是要努力去完成这个任务的。而且这个任务也太简单了吧，我好想知道这个任务卡是谁布置的，你太没有技术含量了。看看我布置的那个任务啊，真的是刺激又刺激，相当刺激。你这太简单了，根本就难不到我，没意思。好了，我们去完成任务吧。It's always been about me, myself and I. I thought relationships were nothing but a waste of time. I never wanted to be anybody's other half. I was happy saying I'd love it wouldn't last. That was the only way I knew till I met you. You make me wanna say I do, I do.干啥呀 ？Excuse me。哇，任务卡！大半夜的要完成任务，穿睡衣去敲 staff 的房间门，并说：“嗨，你是猪。”惩罚是吃五块黄油。睡衣，穿那种浴袍算吗？应该算吧。那我还要去换个衣服。我去了，拜拜。啊，我换好了，我现在要去干一件很缺德的事，大半夜的去敲人家房门。往哪边走？所以我平时一般不干这种很损的事。哥哥好。嗨，你是猪吗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感觉很刺激。那小姑娘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希望明天的生活费还有。第一次做这种事儿，就是你们节目组。那我现在已经完成任务啦，拜拜，我要去睡觉了。你觉得这个任务适合他吗？挺适合的，好好跳舞哦。我的妈耶，你又来了。什么任务卡是吧？教一个老外跳舞，我不会说英语。惩罚吃完一盘生肉，我肚子肠胃也不好，怎么办？但是嘛，同在异乡为异客，对吧？在这里我就是老外。
在这里我就是老外，那我给你们跳一支舞。这么长，你也在这里？他说让我教一个老外跳舞。我是老外，但我从就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话，我们都是老外。嗯。Hello。Hi。Hi。Nice to meet you。Can I speak Chinese？ 啊耶耶耶！耶，我也会说呀。三二一 ，You got me！ 我是不是比这位任务的要做的标准一点？对，你应该要用英语说。啊，现在是外国人。耶，萨瓦迪卡。啊 ，See you，See you，See you。耶，拜拜。今天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就不用吃一盘生肉了，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个任务是谁给我的，很过分哦。知道我英语不好，真的是，而且知道我跳舞不好，还要交给我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。不过我更期待我下的任务。拜拜。请给林思怡1000块钱，哭纳，不管是谁都得给我两个字，呆萌。回国之前给我，谢谢啊。变猪，变猪，变猪，定定定，成功了，我的魔法大功告成。哎，外国人被我笑死了。什么任务卡？哎，你应该这样，我应该把它飘过来。你先递出来。这是什么？叮，过来。请给林思义1000元库纳，这算什么任务啊？惩罚是做不到就给林思义2000元人民币。我来这里，我一共也没有拿到2000库纳的工资，我要给林思义1000库纳，我这不是赔本吗？钱是有期限的，仅限于回国之前给我，谢谢。啊，就是来到克罗地亚嘛，然后呢，你知道你给我什么任务吧？然后，对，西施，我突然恐慌，突然害怕。1000库纳，我已经算过了，35库纳一张握手券，是28.5714……张握手券，我就多给你算一张，握29张券，一张券10秒钟，也就是说290秒。那么，那我跟你算一笔账，我的价位也跟你是同款价位。斯拉夫，握手券交给你。斯拉夫，你好，小四，不可以。你好，小四，我跟你讲，你好，小四，我握手也很贵。我是个克罗地亚粉，我是个克罗地亚粉，我握手也很贵。我超喜欢你的小黑龙，还有欧阳宁静，你知道吗 ？Don't touch me. I love you so much. 线吻用这个，一个吻也就很便宜，也就2900库纳而已。好了，完成任务了，任务完成，来比心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